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只会野人。那个本期视频是来自于咱们的我的粉丝雨嘎嘎的投稿啊，看这个人啊，有问题没？有没有毛病？有没有瑕疵？这个还看不出来啥大问题啊，咱们继续看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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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有毛病？这个应该就有毛病了啊！你看这走位啥的，他开枪从来都不开镜啊！你看这走位，跟你志哥比，那真是完犊子啊，啥也不是，是不是？你看这，哎呀，这家，哎，你看看看，又拿到一个烟头吧。KD9 37场黄金，先举报他再说吧，是不？咱们的粉丝雨嘎嘎毫不犹豫的举报了这个人啊，感觉他就像是谁呀？现在他已经拿到七个烟头了，好，他和队友开车了。开车走了要什么？这是要干什么去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看看，又打死了！妈呀，八个人头了！他从来不开镜啊，没发现吗？你看啊，这个这点更明显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过来，直接开枪，看看，直接开枪，在这儿打死了。视角里根本看不着有这人，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看看，这小走位啊，咔咔又撂倒一个，又撂倒一个，过桥了。哎呀，车站，摇车站，你看还是不开镜啊，一顿突。哎呀，被打倒了！你说气焰不？哎，三个队友全被打倒，好死了。最后问题来了，各位老铁们，你觉得他是不是外挂呢？不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你的看法啊。反正这个举报完，现在已经被封号了啊，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查一下。